各位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围棋教室。今天我们继续讲观子谱中的死活，下边我们看棋盘。我们先来看这个，里边呢很大，看黑棋空间很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大概那么七八目了，数目还挺多，所以这一带如果成目还是很大的。黑棋呢这么大一个东西，所以呢白棋呢必须要考虑呢进去是肯定的，那靠压缩眼位那是不能考虑的，那它太大了，不管怎么压缩，那这眼位太大了，接了它虎，这个眼位太大，所以这种棋肯定不是压缩眼位，那必须呢要进去。但对付这么大个东西该进在哪儿，这就有这么几个点，常用的点，一个是这个，常见的这个，因为呢这儿有个尖，有个尖过，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看它常用的可以下这步尖，无非一个是顶这边，一个是藏这边。如果顶这边，那他虎先手，这个必须走，能不能挤了，挤他挡住，现在三个又死了，你打是他从后边打啊，前面打也行啊，这是死的，你提着他打接不归啊，不能接。所以白棋点这个，黑棋小尖，顶这边背一虎，只有扳，那黑棋断是先手，打吃，那这怎么？这活棋的地方就多了，这样他就轻松做活。这是往这边藏，那这边藏不行，那就是往这边，就这两个藏，这边他可以顶住冲断爬，这三个死了，这三个死了不行，眼位太多了。往里爬的杀，直接往里爬，就是不冲断，往里爬，显然也是不行的。他退，现在气不够，你冲他就团住，间接冲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气，所以气呢肯定是不够的。一二三四，四气，一二三四五，六气，快两气，这黑棋呢不够气，哦，白棋不够气，所以点这一步呢，从这几步就看出来了，点这一步呢是不行的，不能点这一步，点这一步不行，那就是还有一步，这一步点，看样子呢也还是不错的，来看他怎么走。这儿有冲，几种下法啊，有那么几种下法。现在呢，首先呢，拖不怕，首先拖，扳，断，打，这呢还像是有棋的样子，因为你打提，现在你得打，打这个。那这个呢像有棋了，它这儿有爬，这儿有扳，那都是泡住这个劫，那都是打劫的样子，这样是有棋的。这样呢我们就得给呢黑棋呢来想办法，黑棋阻断还有一个办法是挡，还有一个办法挡，但是挡的话看它走什么，它如果立就拐住，有顶
顶没事儿，顶有长，这白气死了，几挡打劫几劫，这不够气，那他就是接着还有不靠，有靠这个，但是靠的话他就有顶，顶是先手扳，但是扳他有尖，这样是打劫了，这样是个劫。因为你接这个扑，这样有棋打这个劫，你不能打这个，你打这个他提这个，现在是打劫，你始终要打这个劫，所以一长一接，如果阻断力，由于外边白气太厚，白气有挤，你接了它弯是先手，这样黑棋呢全部死了，一边要度过，一边呢挡下来呢有个直四，这样就死了，所以呢点这个，如果挡地，这是有棋的，打靠，想不出了太多办法来，因为走这个的话它也一样啊，你如果走这个它顶是先手，你现在就团住它坐眼，这还是个大劫，因为你走别的它挤是先手，挤，这样是先手，你不能接他一弯还是打劫，你也不能扳他一断，那只有扑这个还是打劫，那当白棋扳的时候点一个呢很危险，点他直接一挤，这样黑棋死了，因为你爬不行，爬他接，你团他一打就行了。所以现在是有棋的。那看来呢，这一类的压不太行，那就是靠。还是只有靠的话扳，断他打，有的时候能立，但是呢很少，那现在不行，现在由于他这儿还有立，他打你打他提，那还是有棋，所以呢这棋点这一步呢是有棋的，如果单挡那他顶，这里边呢太大了，你退他有扳，这儿要挤，这儿要弯，这还有尖，所以这棋肯定是有棋的，是点，只不过呢就是要看着呢劫好劫坏，那就是扳打断打吃，那就打提了，继续打吃，白棋接住拐先手力没用，是活不了的，接住扳，所以这棋是打劫，这地方有棋。是点这个。其他的正解也有。再来一步靠这一步，这也是常用的。比棋感呢也非常好，靠这个。靠这个他如果阻断扳，因为走什么这儿有个扳过，你扳这个他扳这个，他有个扳过，这是靠这步的意思，他就是要扳过这步，你长一个是长，但是长完的力就成后手了，但是看来呢也还是得长，你长接住打是先手，接住
现在呢白漆外边很厚，这个形状呢活不了，因为你糊里边它一冲，这个不是眼，你只有贴，啊，只有贴，贴呢点进去，你贴，它就冲，挡，这得靠挤，这有个接不归，你走这个，它在铺。打就断，现在这个棋呢活不了黑棋，黑棋不能提，黑棋如果一提，我看要不要走了，走这个他肯定死了，这是个刀把舞，如果接白棋长，这是死的，因为你提了他一扑，所以这还是死的。没有，现在呢必须走，你不走的话它一断一打，这是个接不归，你接了它打，你接它长，这样是死的死。其他的招法呢看不太清，现在呢白棋这儿很厚，别的招呢看不着了，除了挡还有一个接，接的话它也恰，再必须拐了，拐他拐，那跟刚才呢一样的，你只有挡这个，他打这个先手，打这个先手一扑还是死的。你这只眼呢总是做不上，你顶着他扳，他一打，或者直接爬，这个打掉，总是差一点，你提了它有扑，你提了它有点啊，这棋怎么都活不了。这个比较大，看上去那眼稍微有点花，但是说呢你只要看清楚就行了，这周围的黑棋呢是白棋，这些呢是很厚的，所以这棋呢活不了。眼位呢看上去很大，但是贴的话给它一点，怎么都没办法了。这是刚才呢摆的几个变化啊，刚才摆的贴呢冲挡，当然别的吃法也有，刚才摆的挤是死的，那实际上呢断呢也是死的，那看得更清楚一点，因为这有打吃，这是个接不归，那他接这个你断，这是先手，他接扑或者靠都死了，但是呢他呢还不会走这边，他也不会走这边，他还是只有走这个，走这个，所以跟刚才一样，你还是得打完这个，当然可以挤掉，可以挤掉他打吃，效果是一样，再扑啊，这棋也是死棋。其他的还有哪个并？并这个，并这个就有冲，这不是要冲，不能走别的，走别的一点，走别的一点，哎，这样是死棋，挡住，挡住呢，它可以加打劫。可以加，你现在如果顶它就长，这只眼呢团不上，你走别的它也打死了，那你只有团，团上给它一打吃，现在是净死，
你团上，团上之后呢，它弯，它扑，先扑也行，先弯也行，扑这个是先手，那它先弯。你就你不能接这个，接这个它拐回去了，你挡，扑，嗯，也是个打劫，这个不能接。单扑这个提了，一打吃，一弯。现在呢是个打劫活，现在是个打劫活，因为白棋呢这儿差一个，这儿差一个，所以这棋是个打劫活。无论弯弯，比如说弯这边点，你就立或者顶都一样。这翻，只有打，只有打吃啊，没别的走的，嗯，打吃，因为走别的接他爬进死了，所以，因为你挡这个是后手，挡这个是后手，所以只有打这个再接，你接，接，团这一步提。那就是打劫了，这是弯这边，弯这边也一样。弯这边，它也是点，你接，点。提，啊，这是打劫。这种棋呢基本上就是要备注的，那这个形状带一扳，这一类形状带一扳的时候就看这两个肩膀啊，看这两个点，如果说两个都空着，两个都空着，那是进死，这棋就是死的，那只有一个接着，那这就是进活，有一个接着是进活，现在呢这是个打挖着一个，那这就是个打劫活。这个呢，实际上呢不会具体算的，一看这个形状呢就知道了。所以这个情况呢，这个题呢是比较复杂的，点这个简单一些，那靠一个呢棋感好一点，就是靠这个。靠的话，白棋呢要刚才呢扳给它扳过，是刚才看了是打劫活。那如果可以还可以扳这个阻断，那阻断呢它有个长。现在只有压住，压住他扳，这只有挡住啊，没别的办法。那接接住是先手，黑棋呢顶，白棋一接，这还是大结果。这个里边呢是比较复杂、比较大，但是里边有棋怎么走呢，都是大结果。所以这个形状两种下法，一个是靠。那棋感呢好一点，用这步靠，这也是它的原解。那实际上呢，这样点进来呢也是有棋的，是两种下法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这边这个，这个题呢也很大。那观之，从现在开始呢，棋呢就很复杂了。我们下边呢来看这边这个，那就是白棋呢现在要来计算能不能杀这块黑棋。跟外边这个呢没，这个呢就是在外边了，就是看这个里边。这个形状呢实战呢应该说是下不出来的，所以现在呢实战的作用就比较小了，更多的呢是锻炼计算。现在这个黑棋眼位比较多，你可以先看它的眼位，接住，走什么它都接住，一二三四，啊，普通的下法呢是活的。所以呢必须利用他利用别的手段了。棋呢并要点呢并不难找，嗯，这类题本来他眼位的就够大的了，所以第一步看来缩小眼位，先靠，先缩小眼位。他如果挡住，那这棋还比较好办，顶。再破他这个眼啊，再破他这个眼，但是顶这个呢，他有个力，
这气就进火了。横向走这个，但是它有个力，力呢你必须破这个，要想破这个可是比较难了，因为你点它接住，你只有冲冲它一挖啊，这是活的，你吃它提了，你不能扑它全部连成片了，所以这样是活气，这只眼破不掉。挖也不行，挖它打吃，那一样你尝它接住，其他的扑的手段是没有的。你不管走什么，你走这个它提了，它是整个连成这个形状的，所以各种扑的手段呢肯定是没有的，所以这步是不行的。那先破眼位，那接着呢从外围走看来是不行了，所以这期呢直接点里边，二一多妙手直接点到这儿，看他来走什么。如果打吃弯，现在是静死，因为他接住挖，你这终于呢可以把他眼破掉了，因为他打这个打这儿团不住，当然打这个也行，不过职业的习惯呢打上边，上边呢会有用，那这边万一有用，所以从死活说来打哪边都一样，他提了一打就死了，他接不住，那就提，提了一打，这是死气。那边没用，提了一恰，一长一爬，那边是没用的。那他除了打吃，再就别的呢，接是接一弯就死了，你虎。你一弯也要死，因为他接，这是静死，还是掐外面，当然掐这个也一样，也是死的，因为他黑棋团这个白棋可以下这一步，也是死的，所以掐哪个都死了，这步好一点。他走这个你一扑，别的他就不能走了。所以第一步靠，靠的话他只有打，因为他有的时候有这一步，但现在不行，因为你顶下步爬，那他打，那这只眼没有，一挖就死了啊，这比较简单。所以你靠他是只有打，白棋靠，黑棋只有打，就是白棋呢在靠这个，刚才摆了这步不行，这步不行，那黑棋顶，顶是先手，白棋只有爬回来，这个子不能丢，不要急着提，不要急着提，很多时候提呢不见得好，不着急。那么刚才呢摆的打不行，你打给他一弯是死了，刚才摆的打不行，那这时候看白棋，黑棋呢就贴，扩大眼位。扩大眼位的意思，现在呢你不能搬，你要搬它接。现在活了，只有接这个可以搬。这是个双活，双活白棋一无所得，这样它就活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？都不行，所以这个时候呢白棋还好有个挖，这时候他就有个挖的手段。如果吃这边第一个，那他长只有打，你走别的给他一吃跑了，你打他提，他能提，这儿没子，白棋跑了，所以只有打，打的时候吃上边吃下边都一样，比如吃上边只有提，提了又还原了这个棋形，它有个扑，还是死的。
所以挖这个，它不能打这个，那就只能打这边。打这边接住，这儿要扑，这儿要恰，所以黑棋呢搬，把这只眼保住，那白棋扑。接下来呢，黑棋就来想办法。接下来黑棋想办法，这一带呢有没有什么棋？冲呢，它有挡，冲它挡，这没用，有个冲。现在冲这边它有挡，没有用。棋是先手，它有扑，但是不要急着下了，先都先留着。都先留着，又不单断啊，这是一个好的棋感，单断一个。如果打吃，那一冲啊，这样呢就成打劫了。打劫的话，黑棋有提有提，那劫材还不少，打劫还行。所以断白棋只有接，要想进杀。黑棋提，提是先手。扑，下步长，来长。现在呢，他不能打了，因为他打这个，你打这个，你只有提了，他一接，这样呢，黑棋呢就跑掉了。所以白棋呢还不能打这个，因为这实际上呢是个不入气，不能打这个。那就只有弯，现在来弯，以弯这一步，不能打就不打了。弯呢，黑棋发现呢跑不掉，黑棋这几个呢是跑不掉的。现在如果接，现在黑棋跑是跑不掉，黑棋跑了的话被他从后边打了。如果提着，他从后边打，后边打你这个冲就没用了。因为你冲，它挡住，这个呢接不回去，接它提了，这样你就没用了。你打它提，这样这块死了，就只有这一只眼，所以它不从前面打，它从后边打。那么黑棋呢，要想防它这个后边打，那就可以接这个，让它呢不入气。这步打不进去，那这一步打不进去，但是呢，白黑棋呢做了这两步，白棋做了这两步交换之后呢，就可以补上，把这个补了，下步呢就可以吃了。这时候黑棋发现呢，这儿不入气，这步下不进去，吃不了这三个，那只有提，提了之后，那白棋一打。这样就终于把那这块棋吃掉了，一直呢从这边呢蔓延到这边，现在呢这儿不入气，这是个接不归，白棋呢就把黑棋吃掉了。这棋呢是比较大棋形呢，比较大的一个棋形。我们来看一眼，就是要呢把这个棋呢来吃掉，一直呢从这儿开始，那利用呢这个有个断，白棋最终呢利用这个弯，那不入气把它吃掉。那第一步靠，这是肯定的，那破它的眼位，它挡住，那要看着这步靠是关键，那它顶了挡贴，那就看着这步挖，然后最终呢给它提了扑搬了，最终呢还要看着这步弯，就可以呢把这块棋吃掉了。这个棋的杀法呢还是很精妙的，这是观子谱里呢很有意思的一道题。好，今天这一讲就给各位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